各位同学，今天是我们第18次解答问题。这个地方有两份，第一份是国内多位同修提问，一共有10个问题。第一个，他说我每天放经供养众生已有近1年，我也知道每天有许多众生来听经，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我能否在5年10年至有生之年呢，每一天不断地供养众生，我没有把握。若因万不得已，家中无人放经，该如何办？众生会不会生气不来了？这个佛菩萨跟古圣先贤都同样的教导我们，诚则灵啊，每天播放这个讲经的录像带啊，或者是光碟供养啊，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众生啊，这归于神一类也确实是好事情啊，这个也是真是有。这鬼神来不来听呢？那要看你有没有诚意。如果没有诚意，天天放啊也没有鬼神来。如果有诚意，跟请客一样嘛。啊，我们诚恳地礼请他，哎，他很欢喜来。如果我们态度很傲慢很随便啊，这是有这个形式啊，没有这个诚意啊，他不会来的啊。这是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鬼神也一样。至于或者是你旅行或者是出门啊，那么家里面没有人呢帮助你啊，代替你啊来播放，这个时候鬼神也会原谅你。那么我们在任何地方自己诵经回向可以，你说我们在旅行的时候，甚至在飞机上啊，在这个旅途当中啊，旅店里面，我们都可以念佛，都可以诵经，以这个回向给他们，功德是一样的啊。总而言之，我们帮助他们学佛，帮助他们闻经求生净土，这个心愿念念不断啊，这就很好。我相信呢，这些鬼神呢都很感谢你。第二个问题说，念佛的人呢，在临终时会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关于阿弥陀佛所发出的光有不同的说法，到底是什么颜色、强度、状况和其他状况如何？是柔和还是胜过日月之光？这个是实在的事情啊。人念佛求生净土语言成熟的时候啊，临命终时佛来接引，佛来接引呢，一定是先看到佛光啊。每一个人看到佛光并不一样啊，为什么呢？每一个人修行的功夫不一样
每个人对净宗这个信愿行，这个也不相同。我前天跟诸位也讲过一个故事，是我们大屿山圣依法师。你看他们前些年到这个普陀山朝音寺朝音洞去拜观音菩萨。三位法师拜了半个小时，真的都看观音菩萨了，都看到了。三个人看的不一样。同时看见，每个人看的像不一样。圣依法师看到观音菩萨是全身金色，戴毗卢帽。另外一位法师见到就像我们平常看的白衣观音。白衣观音。另外一位看到的是比丘，是一个出家人的像。你看三个人同时看到不一样。你就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往生的人，每一个人临命终时看到阿弥陀佛的像也不一样。这种应化身呢，就相随心转呢，随众生心应所知量。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看到的就一样了。没有这个往生之前在戒淫的时候所看到的不一样。那么我们想象当中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平常呢看供养的佛像。我们自己家里自己供养的佛像。所以供养佛像呢要供养一尊。你天天看他，临终的时候他来了。一点都不错，你会生欢喜心。所以说常常换佛像那你就很杂很乱。临终时候的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就去不了了。你就不能往生了，这机会就错过了。所以这个道理要懂。所以我这一生供这个阿弥陀佛佛像就供这个一尊。供这一尊。这是最早我学佛的时候一位老居士送给我的。所以这尊佛像呢我就供养在我们台北华藏图书馆。那么以后像这个佛像是瓷的，有200-300年了，是个古董。瓷的很容易打破啊。所以我就想的时候就照相。你看现在你们看到这个蓝底的这个白的是就是这一尊像。那我们这印了多少几印了大概总有十几万张。这个就不怕了。所以我无论到哪个地方呢我都带一张。身上带一张。有大的有小的随身携带，就这一个像。你看这个像的时候印象就很深了。那么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定化身呢是这个像来解。这个就是准错不了。至于放光，这个佛菩萨的光都是柔软的。明亮柔软，不刺眼睛。你像我们看太阳光，太阳光很强，刺眼睛。是这个佛光跟魔的光魔有光。魔也有金色光。不同地方就是魔放的光刺眼睛。强光刺眼睛，佛的光再亮不刺眼睛，如何？就这一点不相同。那是念佛人的感应呢，不可思议。应该都有很好的瑞相。第三个问题，是一本佛书说，烟酒的罪过很大，认为吸一支烟的罪过比杀10个人的罪胜过9倍。书名是《烟酒杀生过》，作者是班麻洛夏加措，翻译者呢是苏大基堪布。这种说法对吗？
世尊在灭度之前，知道往后这个佛法里面呢，会出现许许多多的这个说法啊。那么到底哪是真，哪是假？我们无法辨别。佛陀在世，可以向他老人家请教啊。他不在世，就请教无人了啊。所以佛很慈悲，了解末法现前这个状况，所以他教给我们叫四依法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四依法里面头一个，依法不依人。啊，法是佛的经典。那么这种说法，经典里头没听说过。啊，当然佛的经典呢，我们也都没有完全看过。这是重要的事啊，这太重要了。如果有这么重要的事情，祖师大德应该常常讲。啊，所以从来没有听说人讲过，大概这个经典上没有。啊，那你们要是耐烦的话呢，到大藏经去查，看有没有这个说法。啊，我相信呢，没有这种说法。啊，这个吸一支烟呢，比杀十个人的罪还重，是吧？这个我们在情理上讲的时候，也很难过，很难接受。啊，但是烟，你看在戒律里面没有。啊，戒律里头有戒酒，没有戒烟。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呢，出家人的抽烟。我说你怎么抽烟呢？哎，这佛我不犯戒，戒上没有啊。他还有推辞，但是佛有三句境界。虽然佛没有说啊，戒律上没有说，抽烟不是好事情，对自己身体不利。啊，这个是应当啊要戒除。佛虽然没有说，我们也不应该吸烟。啊，那么至于酒呢？酒的开源就很多。我初学佛的时候，20几岁。啊，初学佛的时候，也常常到道场去做义工。啊，道场有时候事情忙的时候，我们去帮忙。老和尚对我们呢很慈悲。也很喜欢我们的年轻人，啊，常常邀到我们呢在一起吃饭，啊，陪他吃饭，啊，陪他吃饭，我就常常看到了他旁边有一杯酒，我们也不敢问，也不敢问，可是心里头总是有疑惑。以后到台中亲近李老师，我就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请教。李老师说：“这个有开源啊，这个戒条，你一定要懂得开戒吃饭，酒的开源最多啊，酒本身没有过失，喝酒没有过失啊，所以酒叫遮戒，遮什么防御？酒醉乱性啊，怕这个。所以李老师那个当年给我们讲《礼记》呀，这个。”礼记的注解人是郑康成呢，啊，郑玄呢，汉朝时候的。郑玄的酒量很大，啊，曾经离开老师的时候，老师带着同学到十里长亭给他送行，每一个人敬他3杯酒，他喝了300杯，不醉呀，啊，300杯酒喝下来。小小礼节都不是，所以李老师讲，如果我们人人酒量都像郑康成，释迦牟尼佛这条戒就没有了，这就不必定了。所以你就想想看，这个说法啊，你要说是劝善可以，啊，但是说到这么重的罪过。就没人相信了，啊，没人相信，啊，所以这是这个说法是
有问题。啊，但是烟酒最好是远离。啊，那么在中国人呢讲求烹调。啊，我们做菜的时候有很多菜里头用酒。啊，用酒来调味，这个可以。啊，总而言之就是你这个吃法的时候不会醉。啊，就没事。啊，怕的是你喝醉。啊，酒醉了之后犯杀盗淫妄。啊，杀盗淫妄是性罪。啊，那本身就有罪。啊，多半酒后乱性的，它是防御。啊，所以酒是一种预防。啊，本身没罪，这个一定要知道。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生病的时候中药里面有很多用酒做药引。啊，这个可以。所以它的开源很多。第四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历经一字即为魔舌和佛经的汇集，二者有矛盾吗？这个与经的汇集没有矛盾。啊，历经一字，那个四义法里头你要懂。你看四义法第一个是一法不一人，那个法是经。可是第二句呢，一义不一语，我这就活了。啊，你要依佛讲的意思，不必依佛的语言。那这一句话说了之后，经可不可以翻译？可以翻译。嗯，可以翻译。为什么呢？意思对了就行。啊，多说一句少说一句没有关系。啊，你把它换一句话说也没关系，只要意思正确，意思没有违背。你看一义不一语啊。啊，那这个佛经翻到中国来。啊，从梵文翻到中国，每一个翻译的人翻的并不一样，不可能两个翻译的人翻译的文字一个都不差，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大藏经里面看到《金刚经》，大家很熟悉，《金刚经》有六种译本，啊，你看现在大藏经这个六种译本不一样啊，啊，原本都是一样，梵文原本都一样。这种情形很多，那无量寿经呢是翻的最多的，啊，无量寿经在中国这个翻经目录里头啊，一共有十二种，啊，这是翻的最多的，啊，十二种。现在呢，藏经里头保存的有五种，啊，另外有七种啊失传了，啊，但是已经的目录在，啊，什么时代什么人翻的都。可是经找不到了，啊，这个是失传的东西很多，而且很容易，啊，因为从前没有印刷术啊，以前的佛经都是手抄本的，手抄本这个量不多啊，一个战乱，社会一个变动啊，可能就会失掉了，就丧失掉了，啊，所以这种情形我们要知道，啊，古人呢为了保存经典。也真是煞费苦心啊！我们看这个《房山石经》，我们感慨就很深了。那都是古大德怕经典失掉，啊，失传，啊，刻在石头上，把石头埋在这个土地，埋在这个土里面，啊，一部《大藏经》啊，几万块啊，这个是的，我去参观过，看过，那个工程真是不亚于万里长城啊！啊，那么我们去参观这个文物展览里面记载的时候，他这个经一共刻了差不多将近800多年，一代一代传下来，
啊，你说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投资在这里？啊，那么在这个抗战之后啊，这被人发现，啊，这个就是房山这个寺院呢被日本人轰炸，啊，炸毁之后，这一些人去清理，啊，发现呢有一块碑文，碑文记载说这个地下藏的有一部石经，石刻的大藏经。依照这个指示挖这个地啊，就居然挖出来了，啊！所以现在呢，有拓本，啊，拓本就是一共拓了六套，啊，有六套完整的拓本。那么这个石经呢，还归到这个原位啊，还给它封起来，怕风化，啊，风化将的时候，这个字就漆看不见了，啊，所以这是。也处理得不错，这就是说明这个经典呢流传不容易，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啊，如果一个大地震，要唐山大地震，如果发生在房山呢，那这个经就没有了，就整个毁掉了，这还不是好办法。今天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印的数量多，让全世界道场都能供养，那个灾难总不会普及到每个道场嘛，总会有存在的嘛，这是最好的方法。啊，所以我们这些年来啊，提倡印大藏经，用意就在此地。啊，那么最近这2年来呢，我们发起要印4000套大藏经，啊，就是印的是龙藏。这一批，现在这一批的时候，我们有目录，啊，那个目录就查就方便了，啊，我们要是这个找这个经就很容易了，啊，那么在从前学术界里面呢，多半采取日本大正藏，啊，因为日本大正藏方便呢，就是它有很好的目录，啊，你要去查经呢，很容易。啊，那我们一般的这个大藏经啊，就没有做这个工作，啊，所以我们感觉到很遗憾，啊，花了1-2年的时间把这个目录啊做出来了，啊，那么大正藏虽然这个编目好啊，但是它里面错字很多，它是千字排版印，啊，这个句逗段落也有很多都是错误的，啊，那我们这个龙藏没有这个毛病，啊，所以这龙藏将来使用啊，一定是超过大正藏，啊，我们这次发心呢，印4000套，赠送全世界，啊，我们送这个宗教的道场，送这个学校图书馆，啊，送这个国家图书馆。让全世界都能够有，那这个是，这个决定不会丧失，啊，这个才安全，能够把这个法宝啊永远的传下去，啊，所以这个我们遵守世尊的这个四义，四义法第三句是一了义。不依不了依，啊，这一句是指导我们修行，啊，什么叫了义呢？了义也不是一定，不是定法，了义是讲的，我学这个法门，我真正会得利益，对我来讲，它就是了义，啊，对你来讲呢，未必是了义，啊，一定要我们自己依照这个经论修行呢。真的有了效果，就好像大夫给人治病，啊，他给你开这个处方，你到这个处方啊去服药，啊，吃了他的药啊，病就好了，这叫了义。我的这个方这个处方你不能用，你不对你的症，啊，不对你的症就是对你就是不是了义，
你的了义对我未必是了义，要懂这个道理。啊，不是说，哎呀，你学了个法门不错，我要跟你一样去学，未必能成就。那为什么根性不一样？啊，你比如现在在这个佛门里面，啊，这目前最流行的这个念佛法门、参禅的法门、啊，持咒的法门，密宗，这三个法门根性不一样啊。那你不是这个根性学这个法门的时候，你不会成就啊。那么换句话，你的一生白费了功夫，也白费了时间。啊，这一切法门里面，世尊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不晓得自己根性，也不没有人替我们选择法门，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世尊特别介绍，念佛法门。所以念佛法门呢，什么样根性都适合，这个是最稳当的。啊，就是我们自己不晓得根性，没有人选择，那这个念佛法门就很可靠。啊，所以末法时期啊，以念佛法门成就的人多。啊，早年我认识了黄念祖老居士，啊，这个人也是很了不起的人，啊，他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真正是难得。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啊，他跟虚云老和尚学禅，啊，所以都懂。最后啊，还是念佛往生。啊，他生病的时候病重，每一天呢14万声佛号，啊，日夜不休息，啊，去念佛走的，啊，他把这个禅跟密统统放下，专心念佛，啊，这就是说明，还是这个法门。最可靠，这个法门呢最保险。啊，用这个法门求生净土。四义法最后一句是依智不依识，啊，这一句非常重要。智是理智，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感情，不可以感情用事。啊，感情用事很容易走错路了。啊，要用智慧去选择，啊，决定不能够受人家影响，啊，这个随着人情走啊，误了自己的大事，啊，所以这四句佛不在世，我们能够记住，依教奉行，你就不至于走错路了，啊，所以汇集经这个汇集翻译。都没有问题，啊，一定要意思正确，啊，这个文字里没有什么大关系，啊，第五个问题是念佛把自性弥陀念出来，是否明心见性才念得出来，相上有什么表现？这个没错，自性弥陀就是明心见性，这在净土中叫做离一心不乱，啊，功夫最高的，跟禅宗的明心见性，跟教下的大开圆觉同一个境界，啊，功夫念到这个程度呢，往生到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它不是同居土，也不是方便土，它是十报庄严土。啊，那么你要问这个相上有什么表现，这是我们在讲堂里头常常说的，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这是相上的表现。
如果还有妄想，还有分别，还有执着，那你这个功夫不到。这个要知道，这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境界，几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往后的人恐怕都做不到。那么念佛的殊胜，就是待业往生。把自性弥陀念出来就不待业了。所以他往生品位高。第六，他说弟子读四归集中念佛开示后不甚明白，这复念佛者岂有他哉？以此缘生无性之一念，念彼缘生无性之佛名耳。佛名即是无性缘生，则缘生一人无性的。是念一生呢，由一生佛显现；念十百千万生，由十百千万生佛显现。而不念时，便即然也。念性即是缘生无性，则无性不爱缘生。这一段话了。是不好懂你懂得了也做不到这个境界跟前面所讲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是一个意思懂得很好，不懂也不要紧。只要老老实实的把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念佛最重要的。大势至菩萨在念佛圆通章里面教给我们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念佛最高的，也是最好的指导原则。都摄六根，这是属于持戒。平常我们的六根。缘外面的六境眼被色牵着走眼见色呢你起心动念耳听声呢也起心动念所以你的心收不回来你的心都跑在外境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这样呢你的功夫就不能成就。念佛的功夫最要紧的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你看做到一心这就不容易。都摄六根呢就一心了。那要怎么样才能到一心呢总的来说放下执着放下妄想放下了妄念妄念就是起心动念这才能到一心一心有浅深功夫不一样放下执着是四一心我们与世出世间一切法
不再执着了，你心定了。啊，这是在佛法里讲什么人呢？阿罗汉。啊，阿罗汉对一切法决定没有执着。啊，我们一般人天人都有执着啊。啊，鬼神执着比人还厉害啊。啊，都有执着。啊，就是我们今天讲有成见，我想怎样怎样，我要怎样怎样，这个不可以啊。那都全是妄想啊。所以放下一切执着，执着是见思烦恼。啊，这见思烦恼断了，证阿罗汉果，四一心不乱。啊，那么其次呢，就是放下分别，分别是尘沙烦恼。啊，那功夫就更高了。啊，那是全教菩萨所证的。啊，再把这个起心动念也放下了，那不起心不动念了，那叫理业心不乱，就是思归记里头这一段话的境界啊，理业心不乱啊，跟禅宗的明心见性的是同一个境界啊。所以思一心不乱呢，生方便有余土；理业心不乱呢，生十报庄严土。这个都不容易啊，实际上多难。我们今天这个功夫是最低的要求啊，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控制住扶住啊，这就是一般讲功夫成片了。这个样子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啊，这个方法了，古大德说得好啊，善导大师讲万修万人取啊，只要我们自己肯干呢，行啊。我们放下外面啊，这个放下是一句佛号把它控制住啊。所以念佛功夫在哪里看呢？念头才一起，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了啊，这叫真念佛啊。我们见色闻声，顺自己意思的会起贪心，起欢喜心，阿弥陀佛，把这个心压下去，这贪心不行。不顺自己意思嗔恚啊，动嗔恚，阿弥陀佛，把嗔恚压下去。总而言之是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我们的心摆平啊，喜怒哀乐都把它压下去。喜怒哀乐全是烦恼啊，全是习气，这叫功夫啊。那我们平常念佛的人很糟糕啊，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这个就没办法了。所以这叫不会念，所以这是常说中文常讲，你会吗？念佛也是如此，你会吗？那会呀，是一句佛号把自己这个起心动念完全摆平了，这叫会念的，这个是有功夫啊。啊，念到一段时期。大概一般的时候三年，你看我们往生传圣贤录很多念佛三年往生的啊，所以我觉得是三年到五年是一个阶段，一个时间啊。你就是起心动念时，你阿弥陀佛，你就把它压下去啊，这样做个三五年呢，你那个妄念就不起来了。不是妄念没有了，是你这个功夫把它压住了，把它控制住了，这叫待业往生啊。有这样的功夫，你求愿往生净土没有不成功的啊，决定得生。而且功夫好的呢，就可以生死自在啊。你看很多人的时候他想提早走，还有寿命的时候他不要了，我现在就想走，他争取得了啊。就功夫成片的也有九品呐、啊，上三品就能够生死自在，想走就走，
想住就住。那如果这个世界上我再想住多住几年，不碍事。那寿命到了也可以不碍事。啊，但是那个去留不是自己的意思。啊，是什么？缘分。啊，那就不是业力了，阅历。啊，我为什么还要多住几年呢？这边还有很多有缘的人。啊，有缘的人我要帮助他。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多带几个人去。啊，带得越多越好。啊，所以这叫缘。啊，不是自己去不成，自己随时可以去，可以多住一些时间呢，去帮助有缘人。啊，这个有缘人就是对你，他能信，啊，他有信心，他有愿力，啊，他很能够接受你的教导，啊，这就叫有缘人。啊，缘没有了，就是这个世界，纵然跟你认识的人很多，没人相信你，没人听你，那这就没有缘，没有缘那就赶紧走。啊，有缘就应当多助，啊，这个是慈悲嘛。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念佛呢，最要紧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那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啊。我们念佛现在的时候，我们这三桩啊都有问题啊，常常念着念着，不晓得有念头跑到哪里去了。啊，这个叫这些间断。啊，念佛的时候还夹杂着妄念，啊，还有很多这个这个妄想夹杂在里面，啊，这个不清净，啊，甚至于对西方极乐世界半信半疑，到底有没有？啊，为什么我念了这么久，佛也没见到？所以都发生怀疑了，这就成了障碍。这样呢？不能说没有好处，好处是跟西方极乐世界结了个善缘，啊，这一生不能成就，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学，过去生中无量劫都是念佛人，为什么没能往生呢？就犯这个毛病，现在还犯这个毛病，那这一生又不能往生，啊，这一生要搞清楚。哦，我这些毛病，我要把它戒掉、戒除，那你这一生就能往生。啊，所以什么时候往生，不要问别人了，问自己啊。啊，自己比别人清楚啊。下面第七个问题是：美容破坏自然生态，啊，如电鼻梁。去掉可否恢复，与改造命运有无关系？美容后纠正的方法很难。啊，美容确实破坏自然生态。啊，你这个相貌是父母生的，这是自然的。啊，你要去这个破坏自己的这个面容，说没有好处。啊，绝对有后遗症。啊，那么我们在澳洲有一位义工同修，啊，他现在就是感觉非常痛苦。他是鼻梁，啊，20年前做的这个手术，现在是苦不堪言，啊，很痛苦。啊，这个是最好是要小心。不要干这个傻事，啊！那么你真正想美容，佛法里面讲有求必应呐，啊，没有做不到的，啊！佛教你怎么求呢？佛告诉你，境随心转，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身体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境界。所以身体的容貌，身体的健康与你的念头都有关系。你如果心善，念善，言语善，行为善，
你的容貌就变好了。啊，相随心转嘛，世间看相算命都一样。啊，相随心转，心好相就好，心好身体好，心好啊命运就好，都是从心在转呐、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啊，我们常常都常常听到，可是怎么呢？境界一现前忘掉了，还是随自己的烦恼去转呢？这就很苦了，啊，所以一定要常常记住，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真正懂得这一句话了，那你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主宰自己的身心健康，主宰自己的容貌，啊，思想啊，第八是恋爱对象，因生意等原因离开后啊，能否回来？怎样做才能顺其自然？你真的顺其自然，你就不问这个问题了。你问这个问题，你没有不懂得顺其自然了。你恋爱的人走了就好了嘛，走了就走了吧，啊，何必再去想他嘛？你再在想他就不自然了吧？啊，所以应当啊，我们以爱人之心，啊，人家能够过得更幸福、更美满，那就更好。应当祝福他，啊，不要再去找人麻烦，啊，我是大概在20多年前，啊，我在美国住在凤凰城，啊，那是个很热的地方，在凤凰城，我们韩馆长呢，他那个小儿子在那边读书工作。有一个朋友太太啊，跟他一个朋友啊非常要好啊，就是他那个朋友的太太啊，跟他丈夫一个朋友的时候非常好，以后他的丈夫看出来了，就跟他离婚呢，叫他去结婚，结婚他就参加婚礼送礼物。那就问你怎么回事情呢？哎，他说他照顾他比我照顾得更好，不容易啊，很难得啊。那居然让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这个人呢，这叫真正懂得爱护他，样样替他着想，没有占有啊。那这个占有是私心的，那占有是让人家心里难过。哎，你看。他能够成人之美，这个很难得啊！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中国人看到都感觉到这个事情很好笑。我跟他说：“哇，这是真的啊，这是真正有爱心，真正替别人着想啊，而不是为自己着想啊。”你看，太太嫁给别人的时候还保持很好的友谊，还常常往来。不是我来了，这亲眼看到的。那么这也叫顺其自然，是。第九是想办佛学报纸，让形式适合年轻人，需要把关的编辑才能如法。不至于误导众生，是请老法师开示能如愿吗？佛法里头常讲，有愿必成。又何况呢？人有善愿，啊，人有善愿呢，天都会帮助你，啊，你这是善愿，是好事情，啊，所以你一定会成就，你会遇到好的编辑。编辑人才来帮助你。
最后一个问题，原来听师父讲经、读经，后听别人话，辞去工作，想达到讲民族文化的愿望，先去单位，这收费很高，学习时焦虑，脑子乱糟糟的，这种状况怎么办？这个是你判断错误啊！凡事要想得很周密啊，语速则不达了啊，时节因缘没有成熟啊，要有耐心等待啊。你听经、读经呢，时间不够长。啊，听经呢，你没有真正体会到教义啊，所以你才把方向目标啊走错了啊。所以你要问怎么办呢？就恢复听经，恢复读经啊，暂时啊把这桩事情。过之啊，一年后、两年后、三年后，因缘成熟了，你做事情就很顺利了。缘不成熟，不要去制造因缘啊，制造因缘也是条件够了啊，没有条件，你去制造因缘呢，会搞错了。这个是语俗则不达啊，所以你现在来问，你要恢复读经，恢复念佛，老实念佛，求感应啊，这是早年呢张家大师教我的啊，他老人家跟我说，佛事门中啊有求必应，但是有求不应的时候啊。是我们内心有障碍，有业障，啊，所以一定呢把业障消除，啊，感应自然就现前了，啊，那么我听老师这个教训，依教奉行呢，在这么多年当中，遇到一些困难呢，就想到老师的话，哎，确确实实很顺利啊，能够突破，啊，总是。要时间，啊，这一份是中国同修的问题，有九个问题。第一个，儿童读经是否也要一部经背三到五年？不需要。啊，儿童读经最重要，他要能做到。啊，这个大学里面给我们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啊，儿童最重要的是伦常的教育。啊，这个一定要从小扎根，啊，这是圣贤的弟子，啊，古时候人读书跟现在读书目的不一样，古人读书志在圣贤，啊，他目标是做圣人、做贤人呐，不像现在呀，现在人读书目的在哪里？目的在赚钱，是完全不相同的。他不会做人呐，啊，所以儿童教育一定要懂得教他做人，啊，至于赚钱，你能赚得到吗？如果能赚得到啊，孔老夫子也来拜你做老师了，这释迦牟尼佛也向你学习了，赚不到，这个要知道。
钱从哪来的？你命里有的。你命里没有，想尽方法赚不到。命里有的，无论做什么工作，这钱就会来。这个事情，诸位要能把《了凡四训》念300遍了，你心就定了，你就不想再赚钱了。那为什么在打妄想？啊，这个命里钱从哪里来的呢？前世多生多劫修财布施来的啊！你看看佛在很多经上都说，常讲啊，啊，财布施得财富，命里有财；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那我们一个人一生，啊，祈求的这三桩事情，命里头有因呐。啊，那命里头没有怎么办呢？没有可以修，你懂得修因吗？啊，我命里头没有钱，我拼命修财布施。我没有财布施，哎，1块2块总有嘛。啊，有就布施嘛，那他就越施越多嘛，啊，越施财越多嘛。我从小人家算命，不是一个，很多人给我算命看相，连我出家了，我们韩馆长都拿我的八字去算命，几乎算命去了。我这一生的时候，命里没有财库啊，所以没有财库，命中注定着贫穷下贱呐。啊，见识上没有地位也。啊，穷是没有财富啊！啊，所以你看那个做官的、做领导人的，那个命里头有官印，啊，有官印。我命里头没有官印，所以算命说你就是出家也当不了主持，为什么？你没有官印，没有财富，没有官印。所以我们呢，这一生当中啊，而且的时候还短命。啊，这个短命我也相信，因为小时候不懂事啊，喜欢杀生，啊，喜欢打猎，啊，抗战期间那几年的时候，我常常打猎，啊，这杀业很重，所以才晓得，哎，这个果报啊，不可思议，啊，所以学佛之后，我就学袁了凡，改过自新呐。啊，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无为布施。无为布施是吃常素啊，不摄众生肉啊，啊，这是属于无为布施啊。啊，那么修这三种布施，修得非常积极，非常认真，所以整个命运转过来了，啊，这个相貌也转过来了。啊，好像有些地方还保存着我刚刚出家的那个照片，那诸位看到之后啊，很瘦啊，那一看就短命相，没福报啊。啊，所以这一生的这个福报啊，聪明智慧跟健康长寿，都是这一生学佛之后修来的。啊，学佛之后，我也没有刻意求这些。哎，知道自己命不好吗？好好的念佛求往生，哎，没有想到他通通转过来了，啊，这个不是自己希求的，啊，所以是命相啊，都随心转，啊，懂得这个道理，要认真去做，啊，我们就不辜负佛菩萨教诲，不辜负老师的指导。所以小朋友最重要的呢，是要学弟子规。啊，弟子规呀，一定要大人先做。啊，大人做到了，小朋友他就学到了，他就相信了。如果大人不做，你叫他做，他说你骗我。你叫我做，你为什么做不到？啊，他信心就没有了。所以一定是，所以从前这个弟子规不是教小朋友的。啊，
是做父母的人做出样子给儿女看，啊，这样教的。哎，所以这个小孩上学的时候很好教，我说他底子已经有了。嗯，啊，第二，要把圣贤教育弘扬到全世界，英语就显得很重要。儿童读经之外，要不要学英语？英语要学，不在儿童。啊，英语在什么时候呢？在小学、初中就可以了。啊，幼儿园不可以学习，幼儿园决定要学《弟子规》。哎，这个做人的根要扎好。啊，这个语言，如果小学毕业之后，或者初中毕业之后，啊，到外国去读书，那个语文很容易就学会。第三，现代社会上流行呢，佛像念佛机。佛像、护身符等等，都随身带身上，放衣裤里。如果上洗手间呢，是否对佛不尊重？是否是罪业？这个事情要看我们当时的状况。啊，总而言之，是以恭敬心。那就没有问题，啊，你带到洗手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什么？你想想，在这个在机场那方面，你不方便，你没有人同伴，啊，你放在外面，人家会把你拿去，啊，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如果你有同伴，有两三个人一起，你就交个同伴，你上洗手间，啊，这个就对了。啊，没有同伴，一个人旅行的话可以，啊，所以佛是讲道理，通情达理，是不是？不会怪你的啊。第四，农村蚊子很多，用蚊香驱逐啊，是否犯戒？用蚊香驱逐，最好门窗打开，让它出去，啊，这个就对了。如果门窗关得严严的，那你全部把它杀死，啊，那个就不对了，啊，而且我们学佛的人跟这些蚊子可以沟通，啊，哎，你门窗打开的时候，它自己会出去，啊，不用蚊香它也会出去，啊，纵然它不出去的时候，它也不会咬人。啊，如果你读经的诵经呢，他来听经呢，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有一次就是在中国大陆，啊，晚上我晚上都做一个三时训练，啊，那个有一看房间墙壁上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蚊子，啊，我这一堂三时训，他们通通都盯在那个地方都不动。都好像在天津，很怪。哎，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也不来干扰。啊，很好。啊，确实，我们可以能跟他沟通。啊，那个杨老师故事还很多。哎，他跟蚊子也咬，因为他带一群小朋友。啊，他说：“你可不能咬小朋友。啊，你要咬的时候来咬我，不会咬他。”哎，咬我的时候还谈条件，不可以咬脸。那脸咬了，我明天出去见人很难看。啊，可以咬我身上手背。哎，同时还这个咬的时候咬不痛不痒才行，通通做到。啊，全都给你做到，确实给蚊子叮了，到店里走，叮了好多个，真的又不痛又不痒，很好做。啊，所以要用真诚心来对待一切众生，啊，他们都有灵性的。说有一位同修啊，学佛很虔诚，
但是她的丈夫不相信因果，欲望很重，对私人生活非常重视，想过两人世界生活，作为一个佛弟子应该如何面对，劝她学佛。那你学佛呢，常常把佛法的道理讲给他听，把佛法的因果讲给他听，哎，你把他当作你度化众生第一个对象嘛，就是很好吗？啊，第六是，如果在平时生活中免不了啊吃葱蒜肉等的情况下，如何进口以便念佛？佛法里头有进口真言，那么要晓得佛为什么叫你避免葱蒜五辛，这个你要知道啊。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五辛它的性质能够影响我们的生理啊，给生理有刺激，生吃容易动肝火啊，发脾气；熟吃啊，煮熟了熟吃啊，它是增长荷尔蒙，容易引起性冲动，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佛定的这个戒，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呀，啊。但是那都要吃的时候呀，要有过量，你不过量就像喝酒一样，不，它不起作用，哎，所以这个葱蒜这些东西有一些做菜用它做香料没问题啊，那个量很少啊，这个要懂得。那有很多人劝他吃素的时候连葱蒜都不吃，这个是怎么能吃啊？那他吃一点葱蒜都不吃肉的好多了，不跟众生结冤仇了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啊！你看我们跟李老师，我跟他10年啊，老师修行非常好，但是在饮食里面呢，这个葱蒜酒啊，他是用的做佐料的，都是用在菜里面的，这个没有不妨碍啊！这我们看到都有。有很多人觉得奇怪的是，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不犯戒，也不破佛的这个规律啊。这些里面呢，也都有开源，都很多，尤其是药用啊。那么现在饮食啊，以前李老师常讲，三餐服毒啊！啊，你看这个肉，现在我们看的是真可怕啊！我不吃肉的是50多年了，啊，学佛就不吃肉54年了，啊，那个时候肉还可以吃，现在不敢吃啊！现在看的是那个饲料都是化学。啊，我去参观一个这个养鸭的工厂，啊，在这个山东青云，啊，去年他们带我去看的，那个鸭的工厂是小鸭子，啊，差不多有一个手掌这么大，啊，那个工厂人问我的话是：你看看我们这个鸭子养了出有多少天了？我想至少有10天它才能长那么大啊，一个手掌这么大长这么大。他告诉我2天，哎呦，我吓了一跳啊！啊，这个鸭子长成大鸭它去卖的时候多少时间呢？2个多星期，不到3个星期，那就跟吹气一样的，吹大的啊，都是用的化学饲料。他说北京烤鸭1/3是他们厂的供应，
哎呦，我听的时候看的这可怕啊！所以想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想着说，鸭蛋、鸡蛋不能吃。为什么？它不正常啊，都是破坏自然生态呀、啊。所以现在吃的肉是得了些奇奇怪怪的病啊，不是没有道理，有道理啊。蔬菜里面，你看化肥。农药都是有毒的啊，现在不但是吃肉食的时候有毒啊，现在吃素食也有毒啊。啊，那我们也像那个病害虫一样啊，因为常常吃毒的时候，内里产生了一种抵抗力，所以说越来越毒。你就看用农药，你就看到了。这个农药的有效果，他们告诉我，那个这个农夫告诉我，农药的效果大概只有6个月，6个月之后啊，这个病害虫他就习惯了，他就吃了，他不会死了，所以又要发明更重的农药。啊，那个种农药，那一种农药说与人身体健康就有很大的不良的效果，啊，损害人的健康。这个是那些小虫们的对人的报复啊！你害他，他也要杀你啊！这一样的道理啊！啊，所以我们就常常问农夫，在从前没有发明农药之前，有没有这些病害虫？他们想想，哎，以前很少，越杀越多。啊，用什么方法处理？最好不杀。啊，不杀了，它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个道理，我们在马来西亚做了一个实验。啊，李金有那个农庄，啊，他请的一批专家在那里种植蔬菜，有机蔬菜，啊，他不用农药，不用化肥，没有这个，也不伤害这个病害虫。第一年。他种的这个蔬菜呀，90%被虫吃了，啊，剩下一点点，啊，不杀生，坚持不杀生。到第二年呢，病害虫吃一半，留一半给他。啊，我到他那里去参观是第6年，啊，第6年的状况非常好，病害虫大概只吃。5%，95%留给你。你看，他有良心啊，是不可以杀害啊！你要杀害的时候啊，真的，他也苦啊，你也苦，两方面都苦。那么在这种生活状况之下，这个社会就不相同啊。这佛没有生在这个时代啊，这个五心呢？它都有股味道，这个味道啊，虫不吃，所以说这个菜是最干净的。你不要用农药，不要用化肥，放在那虫不吃。啊，所以我刚刚到澳洲，我们买下这个教堂，教堂隔壁房子我也买下来了。那隔壁的时候，他们是用院子都很大了，他后头院子中种菜，那种菜说每个大概1公尺的样子。距离不太远，那个差不多就是这样，1公尺。哎，他就种葱、种蒜，啊，种好多什么？这奇怪，种这干什么？哦，原来以后他那个主人告诉我，防止病害虫。哎，他不用农药，他用这个东西，很有道理呀。啊，像我们一般是茴香这个东西，虫也不吃；九层塔，凡是有气味的时候，辣椒。虫都不吃，啊！所以现在这个五辛的时候，在农作物里头最健康的食品，啊！尤其是像这个大蒜，那大蒜实在讲的时候，这是这个五辛里头最重的。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要产生效果像山东人那样，
山东人吃了个大蒜像吃花生米一样，我们受不了啊！我们说老实话，吃个两瓣三瓣呢，就辣得不得了了，那就吃不下去了。那我们过去韩馆长在这个台湾规定，我们图书馆到场一个星期一定要吃一次蒜，每个人发几瓣，不是的，一定要吃，防止疾病，这个东西杀菌。所以这是药用啊，我们把它当成药用啊，防止疾病啊，它杀菌的啊，那这就可以用啊。在现在这个社会呀，很多疾病呢啊，伤风感冒这个都可以预防啊，增强你的抵抗力，你只要是药用呢就没问题啊。而药用是量绝对不是很多，啊，但是在这预防的时候会产生效果，这个要懂得。佛法是厚厚薄薄的，啊，那么到华严境界里头有没有这些戒律？说没有了。华严说离世无碍，世事无碍，是那个是真有了定功了，就定功戒，他不会犯戒。啊，这是讲到最低些这个低层的时候，有定功的时候，他不会犯戒。啊，那这个东西对他就没有障碍了。啊，就是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啊，你比如这个酒也是如此。啊，酒开源最多。啊，开源最多。啊，你身体年岁大的，这佛经里头70岁以上。啊，年岁大了，酒可以帮助你血液循环。啊，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老和尚每一餐饭的时候都喝一杯酒，我们以后在当时不敢问，啊，总是有疑惑，以后问李老师，李老师说对的，啊，老法师，啊，帮助血液循环，啊，这个对他身体健康有帮助。他一杯不会醉，啊，酒喝醉了才出事情，他一杯不会，啊，所以这个是养生的，啊，这个是佛法里头许可的，啊，药用许可的，啊，菜里面做料酒许可的，啊，这个都可以，啊，因为它都不会出毛病。啊，这个后面底下一个问题是，地贤老法师的弟子郭楼江，出家后念佛3年，站着往生，他有没有经过断见思烦恼我执、断尘沙烦恼分别、无明烦恼妄想？这个事情你不能问我，你去问他才晓得。你问我，我不知道。如何他没有这样一步步的走，只是一句佛号成功的，那么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可否也按一句佛号修成功？这个最后一句话正确，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模范，做了一个榜样，真的一句佛号肯定往生啊，这个是一点不假的啊，就是要把这一句佛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就行啊，见思烦恼不需要断啊，断见思烦恼到极乐世界才断，现在叫待业往生啊，那就行啊。可是念佛的人心一定善良，心善，思想善，言行善啊。因为经上你看看展开经文呢，我们常常读到善男子善女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去干什么呢？去跟那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如果我们不善，阿弥陀佛来戒淫也不行。阿弥陀佛虽然来戒淫，那一边的诸众反对，为什么呢？你不是善人，你到这里来会把我们的秩序啊扰乱，他不会，不允许你进去。那个善的标准给诸位说，做到《弟子规》就能完成。《弟子规》是善最低的标准，只要把这个标准做到了，凡圣同居图你就有份了。你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啊，那你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这个道理要懂啊，这个能不能去的时候，这关系很大。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末学是初学者，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闻道净空法师的教诲，要从《弟子规》学起，打好德行的根基。我原一直按法师开始准备听满30遍。”人生幸福人生讲座40集，最近有个佛友给我讲，要先听一遍老法师讲的《地藏经》才行。那听他这么一讲呢，我不知道怎么办。你不听他讲啊，你就有办法了。你还是照你自己这个想法，先把《弟子规》听30遍，听30遍最重要的是做到，你听熟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待人接物，绝对要跟《弟子规》相应，不能够违反。你有这个基础，念佛往生没问题。那么《地藏经》有机会听也行，没机会听不要紧。最后一个问题，他说：“我母亲已经过世，我想呢为她及冤亲债主诵经，请教法师，不知这样是否有违一门深入啊《弟子规》一门常识熏修的要求？如果可行的话，是诵《地藏经》比较好，还是诵《无量寿经》比较好？都可以。”因为你诵经的时间并不长，诵经呢是专门为超度这个母亲为这个化解他的冤亲债主，这正确的。你每天做这个工作有2个小时足够了，其他的时间呢是一门深入《弟子规》，而且《弟子规》呢，不要把它当作一门主要功课来学习。学习之后一生都要去奉行。绝不是我只做几天做几个月的，不是。终身奉行。你才是个真正的善人。那么做到之后，以后在经教里头选择一门深入。那么这个净宗当然无量寿经最好，我们一生就学这一门，一部经深入，这样就好，如果嫌这个经太长，选择弥陀经也行，净土五经一论，依任何一部都可以，一门深入，你才能收到效果。下面是香港同修，有5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阿弥陀经》经文里有一段，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很明显。已经发愿的已经往生了。啊，经发愿就是我们现在。啊，他这个一段话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指现前。啊，对我们讲的。啊，经发愿呢现在就能够生。啊，这一生呢就决定能往生。啊，那么有愿呢当然有心。当然有心。信愿行是一二三三而已。啊，不能说我有愿我的信心不具足。啊，我也没有时间去念佛那就错了。啊，真这个愿是往生的核心。这个藕益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信愿是决定你能不能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了，那是你持名功夫的前身。这个话说得好啊。啊，有信有愿呢就能往生呢。那你念佛念得多，功夫深，到极乐世界品位高。啊，如果念得少，这功夫浅，你到极乐世界品位低。啊，通通都是讲的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呐。啊，你只要懂得这个道理跟方法，没有一个人去不了的。啊，所以首先我们要看破世界，这一点重要。为什么呢？你对这个世间不留念。对这个世间留念呢，你就去不了。啊，你放不下了。哎，看破世界，这个世界太苦了，灾难太多了，有什么值得留念的？啊，名闻利养、荣华富贵，一场空啊！啊，你要看清楚啊，你仔细观察。我们的周边呢，啊，做总统的，做帝王的，啊，到最后还是一场空。啊，过去我们在台湾，啊，看这个蒋总统这一家，啊，那个时候不可一世，你看。蒋总统死了，蒋经国死了，全家就没有了，真的是叫家破人亡啊！昙花一现的，啊，这是很好的例子，给我们是很大的一个警觉，没有意思，不如老实念佛。啊，所以要放下，啊，荣华富贵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五欲六尘享受要放下，这有什么意思？啊，没有一样啊，你能带得去的，你能带得去的，这佛在经上讲的，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呐。你带去的是罪业，啊，带罪业，你。将来往生到哪里？三恶道，多半都是地狱魔鬼出生。你搞这个去了，啊？你说有什么意思？啊，人怎样能不堕三恶道呢？《弟子规》通通落实，绝对不堕三恶道。啊，就是不往生去，来生是人天果报。啊，我们知道。卧道很恐怖啊！啊，进去很容易，出来可不容易。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你能够看破，能够了解，尤其是现在社会。啊，现在社会啊，很可怕。啊，我跟很多同学说过啊，十年十年做个比较，
你看到世风日下。我80岁。10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30岁的时候，这10年10年非常显著。一个十年不如一个十年。到香港，明年就30年了。我第一次到香港77年。明年06年就30年了。香港这个30年10年10年的一个变化的时候，也是欲望都往下沦落。30年前香港还蛮可爱的。再往后10年20年，这个社会很恐怖啊，不得了。我到法国巴黎，那边同学就告诉我，2个星期之前，有一个14岁的弟弟把他哥哥杀了。到英国伦敦呢，人家也告诉我的时候，那边也发生的时候，父子相杀，儿子把父亲杀了。你看全世界每一天发生这个事情，青少年互相残杀，自杀的，一天全世界一天总有1-200次，日本很多，日本平均每一天差不多总在100人的样子，这些案例。所以我就在想了，10年之后啊，每一天你会听到有几百件这个事情，20年之后啊，至少有4-5本这个案件，这个世界不得了啊，这叫世界末日啊，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好住的，还有什么值得留念的，赶紧走啊。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现在人讲的以明啊。这个社会乱了，我们以明到极乐世界去啊。其他诸佛刹土条件太高了，我们去很不容易啊。极乐世界条件很简单的，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啊。阿弥陀佛都很欢迎的，为什么不去呢？所以这个世界一切人事物得过且过，不要去计较，不要去执着，不要去给人争，没有意思，不如念阿弥陀佛好，这就对了，那么若当生这一句话是讲将来的，将来未来有人发愿也肯定往生，所以他这一句是讲3世，过去现在未来，有愿必成。第二个问题，他说东曲长者之身，这大概是一个刊物，里面登载说本港卫生局长说香港严重缺乏灵龛，昌将骨灰撒在纪念花园，化作春泥更护花，世俗也有把骨灰撒入江海的，人死后不立墓地，春秋两季祭祖也可以免了，是否符合伦常？不符合，死了之后把骨灰撒在大海，撒在这个山区，这个可以，祭祀不能没有啊，祭祀没有就错了啊，祭祀祖先的宗旨，这经书里头说得很明白，明德归厚啊，这是报恩啊。那么祖先他有这个觉悟，
要把骨灰撒在这个大海，撒在那是什么呢？知道后来儿孙不孝，自己免了这麻烦。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了，但是做儿孙的不可以不纪念祖先。如果不纪念祖先的话，你将来的儿孙不孝。为什么呢？小孩看大人。你孝顺父母，他会孝顺你；你不孝顺父母，他不孝顺你。这是因果。所以我们在此地见万先祖先，纪念他。为什么见这个？纪念祖先。远祖我们都还怀念，念念不忘，眼前父母哪有不孝顺的道理？所以中国5000年的这个传统，5000年的文明没有被淘汰，世界上4大文明古国，其他的3个都没有了，现在只剩中国这一个。我听说在70年代的时候，当时2次大战之前，也就是上一个世纪初期，欧洲人有人研究，就是中国为什么还会存在。他们研究的这个结论呢，确实也很有道理。他说可能是中国人着重家庭教育。这个结论好，真的一点没错。中国人懂得家庭教育。所以他几千年呢，他不明。很有道理。那么我过去讲经呢，也常常讲。我自己深深体会到中国这个民族存在的时候有3个因素。第一个就是祭祖。这就是他们讲的我们重视这个家庭教育。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中国人尊师。对老师非常尊敬。所以每一个城市都有孔庙。你看每一家有祠堂。每一个这个县市都有孔庙，尊重老师啊，听老师的教诲呀，这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呢，中国人接受英国教育，英国教育谁教呢？城隍庙。你看，在从前每一个都市都有城隍庙，城隍庙教因果报应。所以这三种东西维系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我们不能不重视。如果说是祠堂没有了，孔庙没有了，城隍庙没有了，天下大乱，不可收拾。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所以才画这个地狱变相图。地狱变相图是城隍庙英国教育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部门。现在没有城隍庙了，我们做英国这个地狱变相图。这个画现在印出来了。大张的这是圆寸。我们印下来有圆寸的。圆寸的高是66公分，66公分高，60米长，这是很大巨幅啊，这个画了，讲这个因果报应，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呢送给学校图书馆，送给这个公家图书馆，送给这个各个宗教的道场。希望他们每一年呢能够有个1-2次的展览。展览个7天，很多人来看的时候，那就收到效果。
道场里面呢，我们希望有个专门的这个房子，这房子也要相当大，把这个图啊常年的挂在那个地方，让大家来看。那我们现在有光碟，光碟有解释，你一面看一面听讲解，这三个东西很重要，所以骨灰是可以撒到海上，但是祭祀不可以没有，如果要是没有祭祀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第三，这关于安乐死，是人为的结束生命，这与自杀和他杀有什么不同？引申到因果关系与如何理解？这个与自杀、他杀是一样的，一桩事情。你要知道，一个人一生呢都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呐。你在生病受这个痛苦，这是业报啊。那你这个报可不能不受啊，你要不受自杀了，你将来还要受这个报，逃不掉的。这是绝对的错误。这个安乐死一般宗教也都不赞成。不可以这样的，你自己这样做是自杀。自杀你看在中国道教里都讲要找替身。他没有替身，他投胎都投不了啊！上吊的一定要找到一个人，第二个人上吊，他才能离开。车祸在那里死的，他的鬼魂就在那个地方守住，等下一次车祸有人死的时候，他才能脱身，很麻烦呐！这个都是不了解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做错了这个过失，决定不可以，所以是病痛的时候，如果你是遇到这个佛法，念佛、念菩萨名号，能减少痛苦。所以这个时候关系到你来生。这一生已经过去了，希望来生能过得更幸福，过得更美满。所以人常讲好死就有好生。这个是一定道理。因好果就好。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佛经上说，凡夫多生多世，均在六道轮回。而且在三恶道的时间比三善道的时间长，但是根据现代考古学的研究，人类直立出现的时代大约是150万年前，这只相当于天上或者地狱1500天的时间。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多生多世之前在哪里做人呢？是否在别的星球？又或是考古学的研究不准确？考古学的研究值得怀疑。人确实是在六道，长劫轮回时间太长了，但是在六道的范围太广大了，你就是我们经常常讲的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多大呢？大千世界的六道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在以往，我们都以为是现在天文学里头发现的银河系我们以为银河系就是佛经上讲的大千世界，
就这银河系就不得了啊！你说这里有多少星球？这里都是我们生活的环境。考古学家必须到每一个星球去挖才行，你才了解事实真相。光在这个地球上不行啊！你看现在外国人，这过去我在美国的时候，看到这个杂志上的报道，他们用催眠，这个美国外国人很喜欢用催眠，让人回到过去，发现怎么样？人过去有畜生道来的，有老虎来的，有熊来的，有蛇来的，又从畜生道来的，还有一些少数的说，从外星球来的，他前世不是这个星球，说话的这个言语音声跟我们都不一样，追溯到以前，这个报道很多啊。我那个时候还收集了一些资料，大概还在美国，没有带过来。这外国人太相信这个东西，真的有前生呐。有前生当然就有后世，所以我们相信人有没有死亡？没有，只是换个身体而已。那换身体不是随你的意思的，业力在主宰你。那我们的业要是善，我们这个身体越换越好，我们生活环境也越换越好。如果我们的心行都不善，我们就越换越差。这个六道里轮回就是换身体嘛，换生活环境嘛。你晓得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你对于眼前就不重视了。我们要重视未来。所以这个很重要。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如果我们看多了，涉猎多了，多想想，你再晓得，西方极乐世界是无比殊胜，诸佛如来都劝我们。弥陀经上你看到六方佛劝我们往生。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无比殊胜，没有一处能跟极乐世界相比。诸佛刹土是好，跟极乐世界没两样，但是条件很高，一定要断烦恼才能往生。你烦恼习气不断，你不能去啊。在我们这个世间，见思烦恼不断，你阿罗汉就这么多，就是你六道出不去，阿罗汉是超越六道的，六道外面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有这四种法界，所以你要断这个见思，这很难呐。那么再断尘沙，尘沙火断了，破一品无明，就出离十法界了。那个时候你见到极乐世界，见到华藏世界，诸佛的刹土，这才算是真的回到老家了。永远不再受遭难了。但是这个难，西方极乐世界容易，前面跟诸位说过了，只要这一句佛号念到底，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能控制住，你就能往生，而且这一生就能成就。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汲取的。最后一个问题，
最近经常发生水灾，是天津的一些居士想把佛舍大乘无量寿平等究竟装进塑料袋包好沉入海底供养迫害龙王，想以此方法减轻水灾，是否如法啊？请慈悲开示。心很好，不如法啊，不如法。因为水灾，说老实话，跟龙王不相干。哎，因此你把大藏经沉下去，龙王也无可奈何。那他也没办法。佛在《楞严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灾难从哪里产生的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水灾贪心。啊，你看人贪的时候好吃，贪的时候会流口水。所以水呀，所感应的是这个啊，贪所感应的是水灾，啊火，啊这火灾啊，嗔恚，人一发脾气，你看脸都红了，啊所以说嗔恚啊是感应火灾，啊愚痴感应的风灾，不平啊这功高我慢心不平，感应的是地震。现在人不相信啊，这些自然灾害都是众生业力感召啊。我们希望没有水灾，大家不要有贪心，水灾就没有了啊。不是龙王管这个事情啊，啊，龙王自己也做不了主啊。道理一定要懂，佛讲的是有道理啊。凡是这个心不平的，它都是与这个地震有关系啊。所以我到美国旧金山看到那个城市，我一看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居民人心不平。他说：“你怎么知道？地不平。旧金山的这个市区高高低低的，上上下下的，那个地方不好住啊。所以我们选择居住上一定要选择很平坦的地方。”中国人讲究风水，他会想到这个，就是外国人他不懂这个啊。中国人外国人的时候，他这个旧的地形高低，他建房子，中国人一定把地平下来才盖房子，不一样啊。你看中国人盖房子都是平平整整、方方正正的，那人住得很舒服。外国人房子一个就好多，住在那里是乱胡思乱想。我曾经问过他了，我看过那个房子很奇怪，缺很多。我说你们住在这儿是不是胡思乱想？我说法师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看这个房子怪怪的，都胡思乱想。对的，这一点都不错。啊，这个就是环境影响人心，人心影响环境，啊，彼此都会受影响。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不修断贪嗔痴慢，这四种灾难就没有了。啊，你断贪，水灾就没有了；断嗔恚，火灾就没有了；啊，断愚痴，风灾就没有了；断傲慢呢，地震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定要相信啊，境随心转。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佛这是决定正确，没有错。那我们自己平常修，在灾难里面呢，我们不会遇危险啊，所以是有惊无险啊。我们自己没有贪嗔痴慢，纵然遇到了，也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啊。就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尤其现在灾难很多啊，断贪嗔痴，修戒定慧啊，这个才是。真正消灾免难啊方法的正确的方法啊，不必去躲避啊，躲不了啊，你有这个业障躲不了啊。
好好的修，这才真正是化劫才能。好，我们时间刚刚好啊，到这个地方圆满。